跟阿美主语真侪年的蔡美元老师，目前伫咧罗州区的三民高中以及仁爱国小拢有咧教。原本是家庭主妇的伊，因为爸爸的建议，努力考到相关的证照，开始伫咧国校教阿美主语。教学方式活泼趣味的蔡美元，伫咧新北市立三民高中担任阿美主语老师已经几落年啊。过去只是一位单纯的家庭主妇，但是因为爸爸的建议，决定开始主语的传承。当初是因为我爸爸鼓励我说：“你是阿美族人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教育你的下一代，教这个族语？已经这个族语已经要灭亡了，你还不出来？”那我就去考试，考了试之后就直接上族语课这样。目前三民高中大约有56位的学生在蔡美元学阿美族语。其中有几多位甚至在国小就开始跟伊学习，因拢相当介意蔡美元老师的教学方式。这个老师的教法最吸引你的是什么？他会跟我们玩啊，都还不会发脾气。所以你会觉得来这边上课很开心？对啊，学的也比较快。其实原住民语课程是自由学习，加上高中开始有升学压力。但是这几位学生希望会使用主语甲长辈开讲，所以拢真愿意每礼拜牺牲休困的时间来上课。可以跟家里的人讲话，因为就是怎么讲，阿祖他们都是讲原住民语，所以你现在学习的程度是可以跟阿祖聊天的状态，听得懂他们讲话。所以以前是听不懂的，听不懂。那有办法跟他，有办法开口跟阿祖讲话吗？基本的可以。台风来了，麻烦你有塞度。马欧拉塞度。下雨了，马欧拉塞度。因为科技进步，即马原住民语的教学，嘛会使甲电脑以及网络结合。另外，蔡美元老师为了让学生更加有兴趣学习，嘛常常参加延时的课程，让家己的教学更加好。也是经过自己的摸索，然后教学法有很多很多的教学法，有研习我就一定是去参加研习，然后再融入到自己本身的语言，然后跟孩子的相处，在教小孩子的当中，小孩子也在教我如何教他们，这是我从跟他们相处跟孩子们一起就是有这样的感受。每礼拜只有短短一点半小时课程，蔡美元老师总是鼓励学生拢爱来上课。这几位学生嘛拢相当的认真，这几年对老师学落来拢有真大的进步。学到很多单字，然后别人不会的字我都会帮他拼一下，或者解释一下那个字是什么。蔡美元老师努力打理阿美族语的教学工课，虽然一个人的力量真小。但是伊相信，只要会使加一位学生斗阵学习，对祖语传承就加一份希望。记者新庄林金如，罗州采访报道。